5到10岁儿童造成开始做 BNT 的预防下，为多个加速预防下注射率。推动人政府是安排，试着某强强的位数来做预防下，包含在的学校、合作医疗诊所、乡镇卫生所，么是预防下注射站来做。按照水门两月中而做好 BNT 预防下，最佳到六月中么是两月末，也会恢复各种各校的实体课程。 妈妈肯定买耶稣，本身也无按件啊，注射疫苗。推动一礼拜起是5到4岁成人的都要来注射 BNT 疫苗。除了高盐度，还有个医疗因素，老各乡镇的卫生所以外，同县政府也联合安排，总的疫苗的注射站。第一片家长下班过后，带生人来注射疫苗，做个事先注射，也做来来都也注打。 也是会担心啦，因为副作用还是会有啦，还是要避免，那利大于弊。有打就有保障啦。现在5到4岁成人呢，算系高风险的族群。同县政府按照2月中以前完成全检，各校成人的注射疫苗，最佳的一礼拜过后，也要恢复各种校的实体的课程。本身人都学校来上课。我们停课期间哦。 这个学生染疫的状况，事实上是比没有停课期间还来得高。最慢我们把下个礼拜把疫苗打完之后，那就有机会可以复课。同医院教育处也强调，希望快起刺激准批啦，各种社会复课的时间，适应也要全部来做快起，也呼吁家长给带适应的来注射疫苗，共同提升高研注射疫苗的比例。下个新闻请你们同步同。